准确的呈现。所以如果一个人，我们是说伯夷叔齐，伯牙跟子期，那么他弹琴心在山，他就听得出来是在山；心在水，他就听得出来他在水。所以如果一个人演奏者，他的心灵境界可以透过琴音来表达出他的心智，心之所至，正在朝着山或者朝着水来去动啊。那么琴都可以表达出来他内心的情况，那何况已经是，因为音乐是抽象的，当然五线谱是具体的，但音乐基本上是抽象的啊。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更何况已经形之彼端，一个彼端最有形和具体。他这些文字里头的那一个如何的内在理路逻辑变化发展，他怎么可能烟一烟怎将怎么逃避得了你的犀利的双和无量。所以他说一个人心观察到这个道理，就譬如一个人的眼睛看到一个人观察的形体。所以要紧的是心眼，如果目标并准，眼睛非常的视线好，非常清楚，没有来电的，没有学习体的浑浊，二点零的主教说，则所有在你面前的形体会把原点当中放在你不会把玫瑰当中内心，你不会把这个牛肉当中猪肉当中的心。那么心如果够敏锐，心如果内在有个无尽的宝藏，那当然就回到中心了啊。你对心念搞得深透，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大，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深，什么叫做高，对不对？你基本有个度了。好，心理则理无不大，所有道理道理出去没有通达。但是足见之理主，身非浅深，世俗品见不准，绝招胆子不信心，温柔理不是方法，所以导致世面上通俗流行书籍风气的爱好的浅受高居排行榜，什么文百家讲坛啊，什么养生食物疗法，怎么样子投资啊，什么算命星座啊，那狗屁玩意儿一堆。要不然的话，就是某某的什么唐诗欣赏啊，这个哎，那都是用意的，完全没有。真正深的被钉在里面，越迎合世俗的越对，一点没有错。曲高一定的话，身费一定显瘦，这是自古到今从中国话都无奈的办法。为什么？因为人群以智力分来讲，必然是成金字塔形到零。中间这一张纸最多。Thank you.
讲完理论界的非常清楚，就是有时气讲这个话是可以抬的，里头放了一个水盆的，这个水有的地方甚至直接写的水很少，但是有一个人弯着腰，而后这个时候也瞪大眼睛看这个盆子里头装的水，所以这个就是人以水见，这是在《周书》里头已经出现的词汇。汤告诉你水见，所以把这个木字写在旁边就是臣字，把这阴和身体上边写过来，那么最后啊，把这个地方减省然后拉长。这一批过了，把这留下来，两边的把手留下来。就用这样的东西的话，都是。
究竟这是什么？说实话，根据上海的判断，实际上它应该是迎合大众世俗的那种顺口溜啊，或者什么二人转啊，这种低俗的玩意儿。所以程学英下书的时候用的非常的俗，尴尬。这个玩意儿呢，也就是古时俗中小曲。
能够看出来我屈原，这是个带屈原的话，能够记得到他的意思，这唯有是因而已。你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读者，这是非常难的，因为那就代表你与作者同样心灵达到非常高的，你甚至能够凌驾在作者上，所以你不只是能够认同他、欣赏他，并且你还可以批判他、指点他，说出他的哪些毛病。史记，屈原假书也有，还是不同的屈原说，屈原自平，所以他的屈原，平跟原，屈是什么意思呢？原是不论高原或平原，它基本是平原。现在的问题是，离骚里什么情况？离骚有明说赵喜将军自与曰：“领军，赵一开始，其次，汤奇玉先生就是汤某先生用的这个啊，给我一个好的名字。”因为习俗有关啊，我的故事一开始就赐给我一个极为好的名字，名曰正则，我的名字叫正则，同时给我最后在我出任的时候赐给父亲赐家里给一个字，字我叫林君，所以每一次听到有名就是屈原，现在我就要问有这个问题，屈原到底名字叫原则还是叫正则，到底是自平还是自文学，是他也是当然读过离骚，他讲清楚他读离骚，读天文，读昭文，讲一清二楚，到现在两个他们知道他们还是有什么一个的道理，屈原不会自己瞎说啊，我不会说我的父亲赐名给我叫泽东或泽西啊，闲着没事瞎说，这个我看我的解释很单纯，他是叫远，名的是这个东西是他俗世的一个字，他同时是一个人士，所以他的用这个基督教的教之之内，他有法名法号，那叫正则教义，这个是一点奇怪的事情，这里天和尚俗家姓法姓人，名字叫什么大名啊，如果求教以后姓什么姓氏，只要你当我们这胡说八道啊，取的法名是什么啊，论资排辈到你这个地方叫玄名或玄了，
这个就是镜头。说穿了镜头就没说穿的，连问题都没发现。同样，没用的人继续夸大夸，要求自己中自己，心里一套沉默决定出格。好，第一步要过身。第二个，决定方式不是一般的，一般的说俗例俗谚，决定一种超凡的脱俗的美。你就是高，下头这个是一，那我还接着。调病的相当好，对不对？王立起先生，后子的托子，咨询看病。我们说雕完印，刷了房子是有印，字面排平平的排成这样的。经过了时间长，它就产生磨痕，所以最后有的部分才发生不写作，以为当中真的属于花。那反过来就代表他喜欢，他是少数中的少数，绝大部分人共事肤浅，都从事的是肤浅。你从这样子就可以反对过来。确实啊，我个人从来并不喜欢吃这个东西，尤其讨厌看剧情片和文艺片。我要的就是娱乐，所以它就是很流俗的。但是因为娱乐也娱乐不属于很精彩，让我们有兴趣看下去。好。但是虽然如此，但不代表我们没有办法品味高端的东西或水准深层次深。就是你要有争取的本事，但你可以，也就是你可以是亿万富翁，动辄挥霍千金，但你可以仍然就照吃一碗阳春面过日子，这是两回事。Alright.
春蚕是要从老子学问啊，农料里面。这个春蚕就是在春天登下高处往四野观察看的一个电路，它的啊登在高处放眼四野，所以底下人登的叫活动走路，所以他看得一清二楚。而所有人也巴不得到这个高台处能够登高临下，用现在一般的话来说，我们常常到某些旅游景点希望坐缆车上山，那就是那个地方的视野格外开阔，好导致人人心里即便花了钱，而不是只冒一点点小危险上山。同样越而技术越有这个特色，音乐什么事儿？面子做的小影子，小影子演奏的一些通俗歌曲，同时有小眼睛叫他会使得经过的人都在你的前面停下来，到你家发了或是还是这么一点东西。所以好的作品，那你说做开始是那这里要看真的不像那种。一个灯啊，会不会发光？当然了。那窗外头已经有灯罩了。请问，虽然有光线的刺激，但是它照样会有灯力发光。所以，虽然你还没看到灯泡，但是。里头有东西，到真正好的作品，通常一定非常作家，又一般出现什么？我说这个时候，把宋代那些重要的史料全部都看了，看到孟仲的死的时候，说实话都看了。性的观察，还不如深
的作者，作者的意思，他知道有人，他才理解有同事，他哪晓得有谁有心转发，谁在捧他？那我火箭我也是。那么，但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不是他能够获得什么名或利或安慰，是你最作为读者的人，你会自己得到 self-rewarding， 就是自我奖赏，所以就成为观然利益。观察法不如佩戴法，当然不能实话，当然有人会认为自己的。同样，书以墨画，写成一个文学作品，那就是说，这同样是国家对外展示的橱窗里面的一个最漂亮的效果。那么万则方圆，只有你反复把万这个则字应该看到了，王作义，也就是前头欢然的你真正反复把万，如同上的妹喜欢你真正喜欢，也就是如果你一开口就打算要挑人家的眼，找人家的茬，这是最坏的毛病。我们永远要以此为自己，不论评论人家的文章，或者是今天的画吧，那么写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写不是找茬的那种，而是尽量先要采取同情心的理解。还是你考虑开始好，你只有真正喜欢做朋友，你才越来越理解，而好你这才放了知音君子。你愿意做知音吗？还是你越对不起我们越来越做知音？我顶多是我研究的范围里头，我想告诉你，是一般的情况，我很标准的。我只服他的电影或他的什么小说，一万都可以了。所以看完以后，经常内容完全不记得。我告诉工作的内容，我们都叫的要死。所以，希望有标题，未来与伴携手走的，未来希望你们垂听这个东西是非常恭敬的。大学教授。恨死大学，大学名校程度之差异，水你再高我再浅，所以你要低下耳朵来听我的水，我再下你再上，我得要聆听的教育，这个是为了要听搞屁来搞屁教授垂意，也就是希望你如果愿意麻烦你给我一下我这个不如你的下人所讲的那个话，这个各位今天到我们这里是把知音这个东西最后讲完了，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头确确实实是指出了人的通病，但是当然我们当时它并不够深。第二，它更能够看到人类，那不叫病，而是人类的认知的方式会有一种走向最终出现的流弊，那就是本身很正常，就是人已经有认识这些东西，但是不是认识的，但是最终出现的流弊他也看到了，但他受限于时代，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的不但解决了问题，还加深民主的问题，但他最后提出的六条要求也可以是说他在中间到最终的结论的那种48天这种人，就是从50天，他在结果这些期，
他提出，我评论东西，我必须我教导你的东西，那就是我不是凭空随便按的，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而他想到自暴自弃都不够量的悲哀现象，这就是史学为什么说朝唱之，那就是真正深的东西被废，浅的东西反而有。这是人类社会的通病，把野性非常重要的故事。既然流俗的东西一旦缺乏，绝人口以流俗居多，为何那些深刻的东西还居然得以保存下来？这一个是不是可能我们说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那么对于